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可可读课本，我是可可。今天我为大家朗读的课文是小学一年级上册轻轻跳，希望大家能喜欢并支持我，为我点赞。轻轻跳，小兔小兔轻轻跳，小狗小狗慢慢跑，要是踩成小青草，我就不跟你们跑。谢谢大家，记得要关注可可读课本。